我那打印袋没听过，嗯，我没听过，嗯，换了换了换了。我用来好木头哈，对，说边上雕刻出来花，中间打上雕。木头好了，打得也好。啊？我木头材质好了，打得也好。后边再用钉，后边钉上花，钉上花边。我们举着有点累啊，打了半天了。速度还可以调是吧？可以调。嗯。把它修复。这一个木板，也就值一两块钱，不到一块钱。然后打出来能卖个，好卖吗？我说这个东西你打一下肯定升值了。啊、哦，我们直接加工是吧？哦、嗯，这工艺品。比雕刻机要快是吧？比雕刻机雕的好。雕的好是吗？嗯。雕刻机你打仗了也能打出来吧？不是特别清楚，那特别清楚了不行啊！我打雕刻机打不出来那种照片那种效果，雕刻机打照片打不出来那种效果，嗯，打的比较粗糙，估计打仗打成照片那么清楚有点费劲，哦，还是雕刻机吧，嗯，打成这样不是雕刻机了，是这个，我打成我估计打成这个有点费劲。嗯。你没去学切割机呢？去了，没买。嗯，切割机数肯定有出差比较多，收获的。卖了挺多吗？卖了挺多。都卖哪去了？啊？都卖哪去了？印度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泰国。马来西亚、俄罗斯、巴西，在日的订单没发货的，嗯，啊不发了，已经去过人家都，有些没去，在日有新订单吗？最近啊，最近谈上了，谈着下周可能有个大坑了，不行啊，技术还不行啊，嗯，技术不行啊，学，他们都学了一年多。都挺厉害了。还有李健、少卿。李少卿来多长时间了？应该有一年多了吧。其实学得很好。学一年吧，连。嗯。各种问题不在话下，真的。
今年卖多少了？今年？哦？今年卖多少了？五个多。啊？五个，差不多。马上完了。一年能不能卖一千万？咋？一个部门卖差不多。啊，一个部门啊，一个百万收入部啊。嗯。没有，这东西怎么说得靠代理，没代理。对，靠代理。代理卖了多少？没有代理，没有几个代理。啊。公司目前为止找的大代理就有三个大的吧。不好找啊。不好找。找代理有没有提成？啊？找代理有没有提成？那具体的，比如说你找个代理，提成都你了是吧？那肯定的，那找代理是干啥的？就是帮你卖机器了。我找了给不给我？你找了，你就给公司申请。是吧？给申请还得。对啊，给公司商量，要不公司。你说不行，这个收归国有，收归公司，所以就是共有财产了，就是商量，这里收归公司了吧？印度好不好？真的吗？说那么脏吗？脏，确实脏。有干净的地方。啊？有干净的地方也脏。确实脏。脏吗？嗯。印度跟中国差别很大吗？差大了。差大了。首都也不行。首都也很脏。首都也很脏。而且印度也挺有钱啊。领导不行啊，中国领导权力比较集中，他们那比较分散，不好管理是吧？他本来就不是个统一的，他很多联邦嘛，这个就不是完全统一了是吧？合伙了相当于。这估计得几分钟，好几百兆。嗯。手机拍视频啊，这可以占太大的屏。好了，拿着吧。